生命故事啊，或者問卷，但係我覺得真係可以睇到嗰位長者分享佢生命故事，今日真係藉住呢個劇場先做得到。我覺得係真係有少少係一直以嚟咁耐喺背後做嘢，終於見到佢活生生咁演出。我覺得呢個係對我嚟講係好重要，亦都好有意義嘅事情。幾分鐘或者幾個字嘅演繹，亦都相當。咁我亦都呼籲大家咧，因為人係有錯，如果有錯能夠大家得個原諒佢咧，每一個人咧，咁佢就會感激你。人哋以後咧，個人嘅心情啊放開放咗咯，靚咗啦，希望大咗咯。今日有機會俾我咧講翻幾句，我心底裏我要話。即係有人幫助我咧，我就永遠都記得嘅。但係幾嘅深度，今次真係好難得，有機會俾我講出嚟，更加開心。我就覺得即係睇到好多分享者好勇敢咁樣去分享自己的生命故事啦，想要自己講自己嘅故事出嚟經歷，其實係特別係我聽到係一位媽媽講個關於自閉症嘅仔仔嗰個成個照顧嘅歷程。非常之感動，因為其實真的不容易，尤其是在一個媽媽的年代，其實可能都對自閉症其實很多認識，那陣時可能甚至有很多充斥住很多歧視或者一些標籤，但是媽媽到底過程中遇到很多的情緒又怎樣處理的呢？哇，整個過程慢慢描述講翻出嚟，再透過台上的 playback 的演員很生動地表演出嚟，當中有苦有淚亦都有笑，我覺得整個過程就真的好像將個睇一段片段咁樣回帶咁樣完全睇翻佢成個生命。即係每個人都有很多不同的生命智慧，但我哋真係要一一去發掘，無啦啦講其實真係唔會咁樣去發現到。但係當佢講成個故事出嚟嘅時候，我哋就可以慢慢去探索每一步、每一個片段、每一個經歷，到底係啲咩令到佢哋可以衝破難關，去捱得落去咧？當中可能有母愛啦，可能當中有很多不同的支持，很多不同的鼓勵，咁亦都當中有很多不同的生命智慧，咁亦都係值得我哋一一去發掘嘅。